因为今天来的贵宾非常多，那所以我们会分两个区块拍照。那首先先请中间的贵宾呢，还有左手边的贵宾看上摄影师的镜头，好，露出你们大大的微笑。来，各位同学表现出你的活力，尖叫一下。好，好，我们比一个赞。对。好，谢谢大家。好，那邀请中间的贵宾以及我右手边的朋友们看上摄影师。露出你灿烂的微笑。好，台北21世纪赞不赞？赞！好，鼓出赞。好。好，谢谢大家。好，那以上跟各位报告今天的议程。今天的活动将分两个阶段演讲。第一个阶段是台南21世纪贸易倡议的影响与效应，我们将邀请四位主管机关的讲师呢继续说明。那说明完毕之后，我们会有一个交流互动的时间，中场休息的时间，在后方有茶水点心可以供大家取用。第二阶段的演讲，我们将请和共同创办人季董事以及曾总经理就前进美国四位跨境电商商机来跟大家分享。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欢迎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张英谦研究员来为我们说明台美21世纪倡议的简介，包含服务业国内规章与反贪腐章说明，请大家掌声欢迎。喂，各位长官、各位同学，大家午安。那我想我就不一一跟长官唱名